就你们收入好的时候能就是一年能赚多少钱？这不好说，你要挖到好的一年。嗨，朋友们，早上好。下雨了，今天。我现在在马拉维，这个非洲小国家第三大城市。今天呢，要去见一个粉丝。我在这里居然能遇到粉丝，我觉得他是在这里开矿的中国人。今天想去他的矿区看看，因为我个人对矿区保持比较兴趣。Hello。朋友们，我们现在就要出发，开往那个这大哥的矿区了。这个是什么矿啊？今天去的粉金矿还有水晶矿。这个国内现在好卖吗？像这种矿？要看品质，卖肯定好卖啊，就是品质好一点，价格就高一点。那你这个挖出来的矿是属于你自己的，还是属于这个国家的？自己的。自己的就是说你该交税，我这个马拉维你该交税的时候要交税的时候了。这个能问吗？就你们收入好的时候能就是一年能赚多少钱？这个不好说，你要挖到好的一年千把万也有，挖不到亏的钱也很多了哈。这个中国人过来盖的下行商场吗？对，那这是蒙古族大学。这是中国人在建那个他们这里的大学。这个蒙古族的海拔是比较高啊。1700多吧，我在这边种玉米地了啊。开心。现在到这个水晶矿区了，这个是他们当地的人工。朋友们，这就是水晶矿洞啊、哦！现在下雨是雨季了，所以就挤满了水。这个矿洞那个老板说，曾经挖出来一个10吨的水晶，厉害。你在地上随便能捡到吗？哇，看着好漂亮啊，真的。嗯，这就是水晶了。哇、哦，好漂亮。还有那钻头，要不要回去看一下？好的，这里面有黑色的杂质。这就是金啊，这里面就是长那个自然形成的，它是火山爆发时候烧里面杂质烧进去的。哦，你们在这里有多少个矿啊？有十几个。十几个，哇塞！矿区都是三。我说。这是我粉丝给我打的、啊。你们这当年你上你有孩子的，这都是小庄来的。我说你给那个悠悠讲两句啊。Hello。你说话，我一点也听不到。我说你给悠悠讲啊。Hello， 我就看到了一张大脸。信号不好。嗯，对。那没办法，信号不好，你叫我咋弄啊？那我得投诉啊。这个姐姐也是我的粉丝，挖出来的水晶就品质没有特别好，所以就放在矿区了，没有运出去的。这里矿石太多太多了，但就是这个非洲回去运费成本实在是很高啊。这块如果全是全透的，你们就可以卖几百万。这不要全透就无价。天哪，你们这个要是反正挖对地方了，就是就像暴发户一样。对，这个矿我亏了有30万。哇，你们做生意的这个钱都是用万来计算的。这是二手车市场。二手车市场。哦。哎，现在来到了这个，我们中国人在马拉维买的房子吧，是吗？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有小黑猫咪，猫咪怎么那么小只？怎么那么大只哦？这小黑，哎，来了，哎。Hello， 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豆腐，你就直接吃啊，豆腐啊，啊，你这啥都有啊，是啊，刚刚早上，哦，还不错，不错，哇、哦，这么好啊，太有福气了，我每次到中餐馆就吃麻婆豆腐呢，做麻婆豆腐、啊，我说我也喜欢吃豆腐，那我做一个，哎，妹妹去吃螃蟹，我刚才又煮螃蟹呢，哇、啊，这么爽啊，我也太幸福了，每次，哇，这个刚煮的，这么大。这么大钳子，我天哪！你也是福建人吗？嗯，我是福建。哦，我是龙岩。淘宝又遇到福建老乡了，先来吃个这个大青蟹，好大的爪子，看到没有？这种青蟹在这里1公斤才20块钱。太幸福了。这大哥说要给我做个麻婆豆腐，感动死了。我吗？我喜欢吃辣呀，好像一般福建人就不吃辣，但是我喜欢吃。来尝一尝豆腐。嗯，不要太正宗啊，这个就本来就是正宗的嘛。嗯，
福建小馄饨正宗的。哦，是的，这个糖葫芦豆腐来了，来来尝一尝。再来一点，绝对。哇塞！绝对别把舌头咽住。太好吃了吧！我靠，这也太好吃了，这也可以。你看这个。